整装待发。懦弱的东西，你太讨厌了，我会细细品尝你的死。是，长官。妈，你带我写吧，妈的。月塔，你死定了，小子！喝两个药。哎哎呀，我为什么不闪现呢？啊！好烦。他一个兵到四哎，整装待发。Enemy rampage。啥意思啊？下路。为什么来我上路送啊？啥意思？脑袋没问题吧？你不想让，你可以不让啊。你自己菜，死。他在干啥？不是，如果说他不让我，如果我强行抢位置，他可以这样。我没有他自己让的呀，我还谢了他了。你正在报告。
这是什么怪物啊？去下路啊！要封号，好了。主要是我也没得罪他呀，他为什么来上路送啊？他搁这分我经验，我七级我早单杀了。有点基点。我来阴的，是长官。死的变孤魂野鬼哦。你懂吧？你主要的问题是，他来我上路干啥？我又没惹他。为什么我看不到他人啊？真看不到他人啊！这第一个。哎，下十八层地狱吧你！诅咒都没有用了吗？他会起啥？诅咒他！我就看他怕不怕。真不怕。这样的不怕。不是他直接来我上路送我怎么好好打呀？来我上路送分经验什么都占了，我怎么好好打？他要是一直去上路送我上路好好打嘛？来我上路分经验这怎么这送我怎么好好打？
我要慢着他挂机，我才好好打呀，才能好好打呀。要不然分我经验，我本来就他本来就边送边分经验，我还打个屁呀！你给他搞挂机，搞挂机才能好好打。他又来了，主要是吃经验很脏啊。他送人头就送了，想办法杀回来就是，主要是吃的这经验很脏啊。你不理他就自己滚了，滚个蛋啊。他肯定不会滚，他就是想来恶心我呀。孬货。把蛋切了吧。你不得，嘻嘻。去下路吧。没有加你那就输了。你看他回城了，他来跟我来了。你喷我啊，喷别人干啥？我没有说孬种 AD 呀，我喷的就是你呀。什么水平啊，这都看不懂。很难搞啊。狗子狗儿跟着你爷爷。怎么不知道为什么惹到他了呀，这畜生。把他杀了。这水光我一时半会打不死啊。哎呀操，陈杰打死了，要不然 AQ 我还能杀他。儿子过来。不呸。孙子
你不是我儿子，他当我儿子他妈的，我岂不是亏了？小狗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小狗，快过来！我屏蔽，所以。我屏蔽了，再骂他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is unstoppable. 他还维护 AD 说：“哎，你骂 ADC 干什么？我操，根本就没有人骂 AD， 我骂他，从始至终就是他呀。”还帮 ADC 说话，还好像挺有素质的，我操！你骂我就行了，你喷 ADC 干什么？我当时我都有点懵，好像他挺有素质的，好像是我在这挑事。主要是我前期没滚起来，又是四个玩游戏，有点吃力呀、啊。我要能滚起优势来，就好打了。这把对面也挺肉的，头疼。感觉屏蔽所有人再骂他这一招有效哎。想摸野的不会摸。我把这个塔拆，我不赶紧把中亚，我赶紧把神话和秒表做出来。难道好像又来了？应该是来了，继续带一下。我去前面探探路，差点钱，卖戒指吧。这把重上也得有啊，好要好多装备。这把装备应该就是这样的：中亚、重伤、加法算账。应该就是这样。他有大眼魔的哦，我跟狐狸的点燃重复了。秒表嘛，还是先重伤呢？先买个小重伤，再买个小秒表吧。这难道顶不住啊？这把很难赢的。死的，我操 ！Nice。Q 没出，但我拿了1000块，这1000块一拿好爽啊！我要起飞了，中路只要不被他们一波，让点塔都没关系。
我想赶紧升点等级。不着急，不跟他冲，不跟他冲。Nice， 我要跟这牛头冲啊！我操，中亚了，我起飞了，我跑起来了，我这装备我不怕蓝刀了，我现在单挑无敌了已经。这个龙这条龙还得让让，他没有大影魔刀的，这个龙胆我有中亚，他这波没有大影魔刀的 CD。坏了呀，他可能会给我炸死，炸死了，守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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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行，等我复活我无敌了。这波曙光一直盯着我，我操，有点难搞，但还行，这个超级兵守完就行了。不利复活应该一波不了，可以呀、啊、萨米拉，还得是这一招，兄弟们，还得是我屏蔽他，我屏蔽所有人再骂他，这样他觉得自己是个小丑，他再怎么能说我也听不到他的，接受不到他的消息。赢了呀，已经已经赢了，怎么一次死两个，我操，败了呀，累死了。No， 操！我怎么感觉他在卡我的位置啊？我操 ！Nice nice， 狐狸，没死就行。我已经无敌了。等我买个法杖，我十六级了，也下脚是小丑，
不是这把四打六啊，主要是他限制了我前期的发育，兄弟，真没跟你闹。明天峡谷暴杀，只能接。这老瞎子，我操！坏了，我说这个好丑陋啊，太闪了，哎呀操，气死了，闪现躲 W 也把他杀了，他很猥琐呀，是这个吧。必须得吃，必须得吃。整装待发，快来吧！哎呀，小丑，没人往前顶啊。